们终于要看来看泡超了，这是我这次进门的重点性之一，看泡超。我是公安的社长，112年哦，6月19号，金门狮山炮阵地震动坑道，9点54分，好不好？这是，哇，这边有些武器，啊，像这个就是105公里榴弹炮，对，这是榴弹炮。哦，这也太多。我们终于拿到狮山炮阵地，然后赶快吃电影一场。好久没来这个震动坑了，因为我上次没能有时间来看炮超，所以就这次终于来了，六月终于来看。9点55分，那边有一些展示的。就要等一下，9点57分了，休个那间，麻烦。那叫泡超表演。